Hello， 欢迎回来 TVBS 一八气象站，我是主持人宣彤。在今天下午3:45的时候，又发生了一起规模5.8的地震，而震央是在花莲的东部海域，它的深度非常的浅，只有10公里，所以也算是一个极浅层的地震。而大家可能会说，这403地震到现在为止，这个余震呢虽然有在逐日的减少，规模还有震度也都有在减缓，但是呢，在最近这2天，规模5以上的地震呢又开始有增多的趋势，又变得比较多，而且摇晃都还蛮明显的，不止在整个宜花地区，甚至呢连台北都非常的有感。我们来看到这一次的震度呢，除了花莲宜兰有来到4级之外，还包含像是在南投、台中还有新北的五分山都有来到3级，而在台北呢则是2级，但是台北人感受很明显，是因为长址效应，也就是俗称的盆地效应，还有高楼比较多，有高楼效应，所以这地震一来的时候呢，它摇晃的程度会比较大，而且摇晃的时间感觉也会来得比较久，很多人都有感受到。那么这一次的成因呢是为什么？一样是0403地震之后的余震。我们之前一再说啊，这个地震发生之后呢，毕竟它的规模很大，所以它不可能一次完全释放它的能量，所以一下子南边应力调整之后呢，要换一下北边，那北边换完之后又要换南边，而现在呢是来到了北边的位置，而气象署也说未来不排除会持续往北来做应力调整，所以在未来的3个月到6个月还是有可能会出现规模5以上的地震。这没有办法，因为台湾就处在整个火环带或者是地壳板块的带上面，所以它就是在一个火药带的上面，我们就坐在这火药带上面，所以相对来说是本来就应该要承受这种天灾有可能会降临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也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一次的这个地震呢，目前有没有传出一些灾情。目前呢看起来伤亡是没有，但是呢有一个影片你可以看到呢，这个是在大清水山再度的传出了坍方。那么目前是还没有看到有没有人有因此而受困，但是呢你看到整片山崩落的情况呢，就知道其实在整个东部地区它的地质还是相对比较脆弱的，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在这几天或者是这几个月呢，最好还是减少到东部地区来活动，而且也最好少去山区，因为这如果余震又出现的话呢，很有可能就有这种大规模坍方的情况，那你无论是开车或者是你人走在上面呢，其实都会非常非常的危险。好，那除此之外，在今天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天气的不一样的东西，像是在气象署呢今天也有罕见的来发布了地磁暴的示警。上个月也有地磁暴，但是气象署没有来做任何的事情，这个月来发布了。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这个地磁暴呢就是指的是太阳的风暴异常的猛烈。其实在最近这一个月啊，这地磁暴真的很强烈，像是在太阳有4次 X 级的耀斑以及4次日冕物质的抛射，它代表着什么呢？就是会有上百亿吨的高能带电粒子来一次冲向地球，而地球这不需要太过担心，因为地球自己有一个自己的保护机制，他们会立刻的撑起一把伞为我们阻挡这些高能的带电粒子，但是它在撑伞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会剧烈的摆动，所以就会产生地磁暴。那这地磁暴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呢？第一个就是干扰电流，第二个是无线电的通讯干扰，以及第三个卫星定位的准确率下降，还有低频无线电的通讯中断。很多人关心说它有没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比如说打电话，或者是我们打视讯电话，或者是传赖啊，或者是蓝牙视讯，这些影响不会，因为台湾使用的是电波通讯，所以不会受到影响。那么再来它有一个好处呢，就是极光原本可能在比较高纬度的地区才可以看到，但是也因为地磁暴的关系，所以它会降到在45纬度的位置也有机会可以看到。那么对于人体有没有影响啊？很多人关心，有些人呢说如果比较敏感的可能会出现头晕啊，或者是身体不舒服，或者是情绪易怒、失眠等等的症状，当然这是极少部分的人。而在一个动物上面是特别敏感的，像是信鸽，因为信鸽它们本身就是透过感知的磁场定位来做飞行，所以你们家如果有养鸽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有没有类似的干扰。那么这几天地磁暴持续的在发生当中，所以你要自己区分你情绪暴躁或者是你头晕到底是你自己的问题还是地磁暴的问题，当然多数呢是自己的问题比较多。好，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是这几天的天气系统。在今天呢
大致上都非常非常的稳定，主要是因为这高压脊其实还是指向台湾，所以天气很好，只是呢东北季风减弱了，所以在今天清晨过后温度是非常的高，高温比昨天还要来得再更热。而在今天没有了凉空气之后呢，温度一天比一天高，但是天气很好，到了礼拜六的时候同样高压脊是指向台湾的，所以这一天天气依旧是稳定，但是到了礼拜日的时候有锋面要接近，这一天刚好也是母亲节，从早上的时候北台湾的民众就会觉得天气有一些变化，有些地方可能乌云一来你就要注意有可能会出现雷雨，而一直到礼拜一，预计这一波的锋面影响是礼拜日还有礼拜一，礼拜日的时候可能比较偏向在中部以北，到了礼拜一的时候中部以南，因为锋面已经来到了南边的位置，而到了礼拜二呢锋面走了，天气大致上稳定，礼拜三也是。好，我们先来看温度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呢在昨天大台北地区中午一点的时候温度是落在25到27度，感受上还是蛮凉爽的，但是呢今天呢高温就来到了31度左右，而且呢甚至像是在新北的淡水啊或者是台北的中正啊这些局属测站，他们高温甚至出现了32度以上，这比排名第三名第四名的彰化还有南投台南都还要来得再更高，北部地区的温度有时候热起来真的会比南台湾还要再更热，而且我刚刚说的这些都是局属测站，就是局他们自己有设立的测站点，而不是可能自动测站啊那种测的可能会比较不准，会有受到比较多的干扰，这一个呢温度北部这一次真的比南部还要来得再更热，而今天很热，什么时候会降温呢？至少可能要等到礼拜日之后有雨下下来才会有比较明显的感受。我们先来看降雨的部分，在礼拜五礼拜六天气上大致是类似的，明天你出门的时候全台各地都非常的少雨，如果有雨的话很零星，在迎风面地区一点点，像是以今天来说过了大半天啊，其实在花莲还有在中南部的山区，不过也就只有累积1毫米的雨量，很少，而到了礼拜日礼拜一的时候雨变多了，因为锋面要接近，所以全台湾都会有降雨几率提高的情况，尤其在中部以北西半部地区还有宜兰呢，不排除会有较大雨势，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在这一天锋面过境加上东北季风，所以在北部地区雨会先下，其次是中南部地区，而到了礼拜二礼拜三这个锋面通过了，但是东北季风还是有一点点存在，所以东北季风是什么，就是一个比较干比较凉的天气形态，所以呢整个降雨会趋缓，而且温度会下降，降雨呢主要就集中在东半部地区的迎风面为主，而到了礼拜四的时候水汽又会稍微的增加，我们需要关注的是礼拜四的这一波，因为现在礼拜日礼拜一已经很确定雨会明显多，而到了礼拜四的时候呢，这时虽然地面是画不出锋面的，但是在整个大气场来看的话，华南水汽是会移入，所以在礼拜四水汽会增多，至于增多幅度多少我们持续的关注，因为现在变数还是有一点点的多。再来我们来看的是温度，我们刚刚说在礼拜六之前就是到明天温度都还是非常非常的高，你看到礼拜六哦，甚至会来到这一波的高点，在台北有机会来到32度以上，在中南部地区有机会来到34度以上，你越往山区走这温度会越高，但是天气很好，所以我们建议如果礼拜六你要出去玩或者是你要去户外郊游的话呢，建议您要做好这个补水还有防晒的工作，而到了礼拜日的时候呢，这一天温度为什么还是高，锋面为什么来了还是这么高呢，就是因为它锋面靠近之前呢它都属于锋前的暖区，所以温度都很高都很热，但是一旦它下雨一旦有乌云遮住了太阳，它温度就会下降，在礼拜日到礼拜一的时候感受上是比较明显的，没有下雨的时候闷热，但是一下雨温度就会降，礼拜一除了锋面通过之外，后头还有这高压出海，所以东北季风增强，所以温度降的比较多，就有点前两天的那种感觉，在北部地区呢还是有机会来到20、21度，当然局部的地区竹苗地区呢比较偏僻的地区它有可能会出现一字头的低温，而到了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温度又会一点一点的回升上来，只是我们刚刚说礼拜四的时候有一波的华南水汽嘛，所以华南水汽一入的时候多多少少也会带来部分的降温。好，我们就来看到这未来三天的天气变化，以北部地区来说礼拜六天气大致上晴朗，而且温度很高，而到了礼拜日呢开始全台各地都转为有雷雨的天气形态，而不止在本岛地区，像是在金门马祖，当然他们是首当其冲，他们最先感受到的，所以在中部以北下雨之前他们可能就已经在下了，而到了礼拜一的时候这雨
还是持续的下，但是温度呢就会下降，相对是比较舒服的天气，但是有下雨，所以这几天礼拜六礼拜日它是两样情，礼拜六天气很好，礼拜日就要变天。母亲节的时候呢，如果你有计划到户外的话，记得带一个伞会比较保险一点。最后提醒您的部分要带您来看，就是这几天还是吹一个东风，所以在整个背风侧西半部地区空品是比较差一点点的。而再来在明天晚上到后天的清晨呢，金门马祖地区容易会起雾，因为吹南风。而在最近这几天没有台风，大家不用担心。虽然看到很多媒体说很像有台风在成长的过程，但是呢它一直在消消长长，原本这模式有预测它有长大，但是后来又消散了，所以近期没有台风，大家不用去恐慌。好，我们就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周末之前我们说空气品质都很差，空气品质很差的原因是因为水汽相对是比较少的，它没有办法产生这洗涤作用。所以在今天之前呢，从看到整个西半部地区呢，甚至还有出现红色的区块在中部地区，而到了礼拜六的时候也有出现敏感族群需要留意的橘色灯号，但是到了礼拜日礼拜一相对就缓下来，因为这几天会降雨，降雨呢它就可以把这个尘霾啊或者是一些 PM2.5 啊给清洗掉。那么大家就很关心了，就是除了这 PM2.5 还有境外移入吹进来的这些脏空气之外呢，什么会有污染，什么也会导致我们的空气品质变得不太好，就是臭氧。而臭氧呢其实又分为好的还有坏的。什么是臭氧呢？它就是一种有味道的淡蓝色的一种气体，而如果它分布在平流层的话，它是好的，因为它可以帮我们阻挡着太阳的紫外线，它可以保护地球。但如果它今天出现在对流层，也就是我们所处在的这一个环境的话，就不太好了，因为它虽然有一定的消毒作用，但是它超标，对于我们的可能呼吸道啊，或者是精神系统啊、免疫系统啊，都会有影响。我们带大家来看哦，就是如果你吸入超过 0.05 单位的话，就容易会引起咳嗽、头痛、疲倦，甚至还有肺部的伤害。尤其对于长辈或者是小朋友，这个可能小朋友他们的这个器官还没有完全的发育完成，伤害是会来的比较大的，而且它有可能是一个不可逆的情况。而这种臭氧的污染呢，除了我们空气感受到的肺的污染啊，或者是肺的伤害之外呢，它还会伤害到农作物，还有腐蚀各种的金属。怎么去控制它？就是大家尽量搭乘大众交通工具，还是一样一句老话，就是节能减碳。好，那空气污染对于人体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肺部的污染。那肺气呢，像是我们台湾很多人都有气喘嘛，根据这卫福部他们还有国健署他们的统计啊，其实在国内呢，每五位的气喘者就有一位控制不佳，其中有21%的人没有依照医师来指示定期回诊，这很有可能会让你的器官更恶化。而除了台湾之外呢，气喘也影响着全球2.6亿的人口，每年有造成40万人的死亡。那要怎么去稳定的控制它？当然就是减少这些过敏源的接触，比如说你定期的去清理你的空气清净机或者是你的冷气机，然后减少去接触灰尘啊、尘螨啊，或有霉菌，这些都容易会诱发气喘的情况。再来就是要饮食均衡以及规律的运动都能改善。那如果本身你就是有这样子病例的人呢，也要定期的用药，而且要定期的回诊来改善气喘等等的问题。好，那再来除了台湾之外，我们也看到中国大陆的天气，其实在这一周天气相对上是比较稳定的，因为本周的冷空气呢大举的渗透南下，所以南方大范围的暴雨是有减弱的。而在过去一周呢，中国大陆的降雨形态有两个改变。第一个改变就是从原本的连成一条线、连成一条片的一个大范围的暴雨，变成呢局部单点的零星降雨，像是呢偏向在广西、海南、四川、江苏等地。另外第二个改变就是暴雨区有往西移，前几天都是在广东啊、广州这一带，当然广东、广州还是有局部地区的零星暴雨，但相对是比较少一点。它往西移呢，就开始比较偏向在广西、贵州、四川还有海南，成为了暴雨的中心。所以像是久久都没有下雨的云南也总算是下雨了，甚至云南的某一个区我忘记了，我看一个那个新闻有看到说，它从2024年呢
到现在都还没有下雨，但是就在前两天，因为这暴雨区西移，所以他们总算是下雨了。好，除此之外呢，还包含了从今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它夹带的水汽迅速的北上，所以这个降雨的热区会有所改变。你看到呢，会比较偏向在这一条颜色比较深的区块，包含像是贵州、广西、四川，还有在整个江西、福建以南的地区，会沦为强降雨这一波新的一轮降雨的热区。提醒大家，未来几天需要注意是新一轮的降雨。而在四月底，我们前几天有带大家来看到，在东南亚国家温度很高，而且他们雨很少，甚至他们还派出了这哆啦 A 梦来祈雨。而这个祈雨的这仪式呢，也还蛮拔萃的，因为在五月七号的时候。暴雨就下在了泰国的中南部，虽然一度造成了很多地区都有积淹水的情况，因为一下子这雨非常非常的大，但是也顺利的让这个泰国他们的温度骤降了9度到12度，前几天都40几度的高温，真的是高温很不舒服，然后又很干，很干旱的状况。好，除了雨之外，我们也要带大家来看的是风的部分。虽然这个大风是蓝色预警，相对它这个预警的警戒值是最低的，但是呢，它毕竟提了预警，我们就要告诉大家，它还是有可能会出现7到10级的强阵风，而当然军风呢也会随之而提升。再来像是北京，他们也会出现比较强的对流，所以他们是发布了雷电的黄色预警，在午后同样会有热力作用的发展，所以会有雷雨伴随着短时的大风。而如果这个剧烈天气更频繁的话，也不排除有可能会下冰雹等等的状况。好，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美国。美国呢，在前几天我们有看过这一个影片，这个影片呢，就是在发生内布拉斯加州4月26号的时候，遭到了这个龙卷风的袭击。15秒，短短的时间呢，原本这边有一个白色的建筑物，一下子就全部的摧毁，而里头的70多个工作人员呢，好在没有任何的伤亡。但是呢，这个影片流出来的时候，都让大家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怕，而且它每小时的风速达到了266公里，这已经超过了台风的等级。而且如果要评级的话，我们知道龙卷风有分成6个等级嘛 ，EF0 到 EF5，那这一波呢，其实应该已经来到了 EF3 的上限了，所以它的强度非常非常的强。而美国作为龙卷风之乡，全球各地有70%的龙卷风都出现在美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呢，他们的山脉比较是纵走的，就是直的，跟中国大陆比较不一样，中国大陆是横的，他们是直的，所以在他们的美国的中部这一个区块呢，相对是一个比较平坦的区域，再加上墨西哥湾流吹上去跟从上面的冷空气相碰撞呢，这里就特别容易会产生一个强对流，所以这边又被人家称为是龙卷风的走廊，这里特别容易会有龙卷风的出现。在这个期间，四月一直到台风季的这个区间呢，都是龙卷风的盛产期。好，像是受到了气候的变迁，美国中南部已经连14天都遭受到龙卷风的袭击了。好，那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在昨天的时候也说，像是受到了声音现象还有气候变迁的双重打击，在南美洲还有加勒比海去年成为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其实不止在南美洲啦，还包含像是我们从去年七月八月的时候，几乎每个月的均温都是突破了历史以来的最高记录。我们再来看的是这个南美洲，如果由北往南看的话，墨西哥是美洲升温最快的国家，而秘鲁、玻利维亚还有巴西、巴拉圭呢，这些地区不止干不止热，同时他们还受到了森林野火的攻击，因为非常的干燥，但是风同时也是强的，所以有助长它山火扩散的这趋势。而在乌拉圭甚至呢，连饮用水都是岌岌可危的状态。我们来看到哦，2023年光是这个加勒比海这里的经济损失就已经来到了210亿美元，主要就是由风暴所造成的。好，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告诉大家的是，现在气候专家他们也说，全球的气温将会上升 2.5 度。我们昨天也带大家来看过台湾自己的气候变迁报告嘛，说如果在这个世纪末很有可能就会上升 2.5 度，那上升 2.5 度的话，不止台湾有可能会连续7个月都是夏季，而且超过36度以上的高温会连续70几天之外呢，不止台湾，世界各国也都是。而且五年
未来五年的热浪和野火还有洪水风暴的强度都会比以往还要来得更强，这种极端天气会越来越频繁。是，有网友来提问是吧，我们来看，好，祥远，我们先回答 YT 的祥远，有说西南季风五月中旬会报到吗？以目前的入梅指标来看的话，确实在5月21号到5月22号的这个区间，但是因为现在有做调整，我们台湾气象署的入梅指标是根据 NSAP 的啊，美国模式前一报呢，他们预测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热带扰动或台风，所以多多少少有一点影响到这个数据的指标，但是现在看起来又没有台风了，所以应该能在5月21号之后有机会会进入到典型的入梅，也就是到时候西南季风会有所建立，5月中旬之后时间点是差不多的。再来哈哈 哈也有问说下周有没有机会有滞留锋面影响台湾天气，不会，下周呢还是一个比较移动型的锋面，就是东北季风来，东北季风增强，有冷空气，所以它很快影响，大概就一天到两天左右的时间天气就会改变了，所以下礼拜会下雨，时间点落在礼拜日还有礼拜一，那礼拜二礼拜三的时候趋缓嘛，但是礼拜四礼拜五又有一波的华南水汽，虽然在底层划不到锋面，但是呢它是有华南水汽，是有低潮过去的，所以影响的雨呢当然就会来的比较多一点点。我们再看一下，有好，对，大家都很期待说这梅雨封面可以赶快来，因为毕竟五月中旬之后如果还没有梅雨季的话，那么这个时间点就大幅的缩小，而台湾呢其实非常需要靠这梅雨来增加我们水库的蓄水量，所以我们也希望这梅雨呢可以如期而至。所以最后我们要来做一个总结哦，在今天明天天气上大致是类似的，但是如果你周休假期这两天你要出去玩的话，礼拜六礼拜日的天气大不相同，礼拜六天气很好，但是温度很高，要做好高温的防晒补水工作，但是到了礼拜日呢开始锋面要靠近了，并且要影响台湾，由北到南降雨几率都很高，局部雷雨的几率也会有，尤其在中部以北以及在宜兰呢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这波雨呢预计影响到礼拜日礼拜一，到了礼拜二礼拜三的时候呢东北季风会逐渐的减弱，锋面也已经通过了，所以这时候的雨会比较偏向在东半部地区，平地已经不太会下了，而到礼拜四的时候水汽又会稍微的增加，是因为华南水汽的影响。好，今天是礼拜五，明天后天出去玩的时候呢要注意刚刚跟大家提醒的礼拜六要做好高温防晒补水的工作，礼拜日出门的时候要记得带伞，也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我们下礼拜一直播再见，拜拜。